所以来关心天气，因为对昨下午开始啊，这北部甲东北部这又搁开始落雨了。这气象局有那针对着这北部、东北部加这中部山区来发布这大雨特报，有那针对着这苗栗以北沿海较空旷的所在，亲像这马祖甲金门有那来发布这低温的特报，因为受到这方面甲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今仔全台湾拢落雨呢，而且愈暗啊，天气愈寒，啊，今仔探落早上个温室出现伫个淡水只有9.9度。这一波的这冷气团因为水气较高，又搁降温，所以这玉山透早嘛落雪。气象局表示，今日日时啊，方面通过台湾，所以中道以前啊，各地拢会落雨，特别是这北部、东北部加这中部的山区，也搁落大雨，请乡亲爱注意哦。来看到这各地详细温度了。在北部地区落雨，温度是10度到14度。中部地区同款，有那是落雨天，温度是11度到18度。南部地区温度是14度到24度。东部地区有那落雨，温度是12度到23度。华岛、屏东、金门、马祖温度是7度到19度。